我们今天准备去一个靶场打枪，正好在附近，有个海滩。然后我们刚刚把螃蟹笼子丢下去，去捉最后一轮螃蟹，在今年的螃蟹季结束之前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在海边先野餐一下，完了之后再去靶场里面，打个靶，然后呢，再去超市买点东西，最后再把螃蟹收回来。然后就是今天一天的流水账。现在我们先简单吃一点，这个是买的现成的小那个有包装的小龙虾，然后热了一下直接带出来。这个是烫了一个西兰花，然后三个新鲜的玉米，就这些。其实不晒太阳好冷啊，我今天本来穿了一件牛仔外套，出门之前又把它给脱下来了，觉得很热，看了天气，但是搭了棚子之后不晒太阳还是有点冷，风大。这个棚子方便吧？棚子挺好。这个虾子那个酱跟这个一混特别好吃。这个海滩的名字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记清楚。妈，因为总是忘记怎么拼。Mukil Teo， 在什么大概什么位置？北边一点。Avery 旁边。没事，我们等一下去那个靶场，在哪里？餐巾纸忘带下来了。我等下去拿。我口红要擦一下。去那靶场是哪里？ Avery。 据说那个地方礼拜五女生是不要钱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清不清楚啊，还可以。
虾线好像没有挑，在乎人还得把虾线挑掉。这个是已经煮熟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买的时候就已经熟了，就真空包装，回来加热一下就行了。你给他讲讲你怎么加热，大概。包装上面都有，可以微波炉，也可以用火，都可以，方便食品。味道也不差，好很。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位于西雅图北边一个叫 Everett 城市的一个小靶场。这个靶场跟其他的靶场其实是不一样的，它的规模比较小，有一点点类似于志愿者和公益性质的一个靶场。它每周五对女性是完全免费的，在你加入会员之前一定要来四次。每一次呢是20块钱，这样你来了四次之后就可以加入他们的会员。那会员费也是非常便宜，一年好像就100多块钱，应该是目前我们所了解到最便宜的一个靶场了。但是你加入会员之后呢，就要参与他们的平时的维护和管理，就相当于你要每周或者是每个月要固定的抽出一些时间过来，相当于每个人都要参与吧，把自己当成主人那样。所以它这就是跟别的靶场不一样的地方。看一下，今天我们带了一把枪，带了两盒子弹。That's why I was on safety. Oh, I have some wipes. That didn't go off. That's what you're doing. Don't tell them that. Okay.现在是集体调整或者是换靶子的时间。That's a good angle. That's like 25%.
倪师傅打得好稳。你平常怎么练的？那是必须的呀，平常也没怎么练，就有天赋，手感好。Wow, good thing we didn't bother bringing a ton of nine. 不少哎。很不错啊。这个没有刚刚内容多。这容只有三个，为什么这容这么少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只。